各位网友大家好，又到了赠送奖品的时间了。这一次我们要送的是什么？ Kimco 大家就知道是光阳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送的绝对不是光阳的小绵羊的等级哦。这是一份年历，里面呢全部都是光阳的 Kimco 的重机。来，我们来放一下，注意看这个里面的内容呢。一月二月呢是这部买肉700i，注意哦，这个我们的赠奖的方式跟这个里面的内容是很有关系。好，三四月呢是 Exciting 的 400i ABS。 好，注意看啊，这很帅的摩托车。五月六月呢，是最近出才发表没有多久 Downtown 350，好， 350i ABS。 来，七月八月呢是 KXCT 300i ABS。 好，再来九月十月是什么 G-Dink 300i ABS。 好，十一十二月是 Fanos 260 FI。 好，大家都记得这几部车了。好，如果你忘记的话，你要重复看影片没关系。来，题目是什么？来看这个年历里面的六部重机呢，有几台黄牌，几台红牌。作答的方式请按照这个，一定要把这个字写上去。好，我也作答的方式是黄牌 N 台，红牌 N 台，我要抽 Kimco 年历。好，那个 N 就是你想的数字，不要给我直接写这样子，写这样是零分的。 OK， 好，那我们会赠送2016嘛，所以我们会有16份。好，我们设定16份，这样奖品比较多，这个机会比较大，但是要做功课。刚才这个年历上面的这些车型，你都记得了吗？好，做功课，这里面有几台黄牌，几台红牌呢？加油！